子气，喂，你还在睡觉？对，今天不用上班，所以就想多睡一会。你不是说今天一起去爬山的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现在就起床洗脸。关于你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喂，Hello，你还在睡觉？哦，爸爸耽误啊。对，今天不用上班，后来空回来啦，所以就想多睡会儿。教练呢？我五天不来了。你不是说今天一起去爬山的吗？后面爸来了，后来公交的了路呀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喂，都怪么？对不起，是老农人。我现在就起床洗脸，为着多晒啊，热吧，热不挨的。关于你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liên quan đến người con gái đó thì biết được điều gì ạ?